虽然是秀多的仙灵，半个魂引路啦。金字旁的路，啊啾啾啊啾啾，哒哒哒哒哒 ，lucky no mami 哒哒哒哒哒哒吧，我个鸡巴嘛啾啾巴滴哒哒哒，尊严回我了耶，他说他们的伤害都是随机的。No， 我觉得是我的战力太低了。OK， 也就你战力低，你还是会卡住。有人说我打不赢，叫我去买幻仙。我连幻仙都不知道怎么搞呢。我是觉得会很花时间啊，所以我没有去搞，因为我一直想说，那我就一直抽，我就升上去就好了呀。干嘛去买幻仙？我现在只希望他的竞技场可以重置呗，因为有些人他根本没有在玩了，然后他还抢那个名次啊，可能就很想不爽，想把他打下来啊。阿娘喂，我战力怎么提升这么多啊？这些蛮可爱的，这些很像我以前超久以前玩过的一款手游，但像改名的样子吧。它是萌萌闯仙界吗？有人知道吗？如果这个牺牲是萌萌闯仙界的话，很像是，但是它真的是一个蛮猛的游戏啊。因为萌萌闯仙界到现在，更新了这么多东西，小夸张。早上是今天早上，是不是？